美女，那咱们现在才开始啊。嗯，好的。你有任何问题，一定要记得及时跟我讲啊。好的。先给你做放松啊。嗯。美女，你之前采过吗？采过。采过啊。嗯。那你是不是挺喜欢采耳的？对呀。现在就是好多人喜欢采耳，就是挺舒服。力度不合适了，及时跟我讲啊。嗯。你的耳朵好吃呀。力度不合适呢，及时跟我讲啊。嗯。
给你蘸毛毛啊。嗯。给你清洗一下，给你。
好啦，美女，嗯，感觉怎么样呀？挺好的呀。好。